熊熊大火烧得又急又旺，消防队员不水线，直接冲向前紧急灭火。突然一阵浓烟来袭，消防队员一个踉跄，往后退了好几步，但仍冲向前持续洒水，灭火要紧。从这边引起的，中间那两块一丁点而已，一下变那么大，车子一下，他说一下子怎么都烧成这样。共有六部机车烧毁受损，火势并波及周边一部计程车、两部脚踏车。不止这样，连旁边的补习班招牌、住家铁门、冷气机都受波及，现场被烧得乌黑一片。而火势之大，浓烟窜升，还让楼上一名住户因此呛伤送医。火警发生在万华东园街，凌晨四点多，一名男子走向路边机车，待没多久后，整排机车就突然起火，而他人随即逃离。依据现场遗留的机证，疑似有纵火的情势，扩大调阅现场监视器后，目前已掌握一名涉案的犯嫌。突发中心台北报道。